老方，快开门，我是我哥。叔叔，你来了。盘点那些令人秒懂的瞬间。我说过多少次了，在我学习的时候不要打搅我。出门了，你俩在家老实一点啊。好，拜拜。走走走快点，快上来。炸好，打吧，快。啊，没事，这不是你快到了吗？哦，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啊？给我带点东西呗。没干嘛，我在锻炼呢。你是不是那里信号不好啊？挂了。又咋的了？哎，接，快！哎，估计是那里信号不好吧？你不行，不行，你等一下。喂，咋了？没那啥，我锻炼身体呢。锻炼身体是吗？哎呀，我听你声音怎么有点不对劲啊？你在干啥呢？你在干啥呢？不，你咋回来了？你俩在说什么？减肥呢？干嘛呢？你咋来了呢？我来，我不来就坐上了，干啥呢你啊？好的，少说少，你回家说。哎，别打架了，别打架了。啥意思？你们练多少钱买的？说话，问你练多少钱买的？啥问题？谁买的？我媳妇。你这杆多少钱买的？4000多。谁买的？我媳妇。你他妈摸摸自己良心，自从你媳妇认识我之后，你他妈还缺啥？啊？还缺台车？给你买。啊？哥，你看我气质适合开R6吗？我他妈给你买R8。感谢哥，感谢嫂子。好了，哥。嫂子，快开门，我是我哥。叔叔，你来了。我哥哥怎么没了？是谁干的？哎呀，是我干的。嗯，不是你干的。是我干的。哎呀，真不是你干的。真是我干的。怎么会是你干的呢？说了是你这么白，不是你心肠这么好，人到中年粘床，你怎么又跟人来了？你不许睡觉。我得上床打个盹儿，我得休息会儿。才几点就睡觉？你是不是老了？我年轻力壮，18岁小伙子，生龙活虎，背个800标兵奔北坡都没问题。你跟我说我这么好，那你跟我玩去了。你是不是磕了皮了的？说，想好没？你切，来呗，长几点别长啊，下去。没到点呢，下去。用不着你了，对不起。大哥需要开锁啊？你赶紧的，我这钥匙不，来我整的，我着急有事儿。哎呀，这车150。行，钱我收你，你开吧。好，着急。到底专不专业呀？不好意思，大哥，需要个气氛，气氛不对。嗯，气氛不对，那开锁还需要气氛？那需要啥气氛呢？你这么的，大哥，啊，我准备一下。行，那你赶紧的吧。好。那开锁还得需要气氛。有人。哇，有人！好，你快走吧。大哥，有没有人？没有人。扫码吧，大哥。好。好嘞，兄弟。好。哎呦！你开锁的安全那条雷丝内裤，今天你看来了吗？不是。雷丝内裤。就是那条粉色的雷丝内裤啊，你忘了吗？内裤。我说我要看的。
这啥呀？这啥呀？这是你内裤啊？啊，你内裤掉泳池里了？